来个锁着甲。No no。给个锁着甲吧，求你了，我不容易呀。那打两波野怪，一个装备也没有，我打你妹！你还能玩了不？能让人玩了不还？全是豆子，全是豆子啊！不玩森林斗，你还玩鸡巴云顶？你这都骂人，我不给你封了，我还当什么主播？横批呢？横批自作自受。给努努来个腰带。横批跟我斗，这么几个小破鞋也敢修钢啊？你像前期有这四斗，你就好连胜，没有，这上把啥也没有，你是玩个屁呀？都不知道到底怎么玩，玩不下去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别管咋地，咱先来个日炎，先把前期给他保持住。
这边有枣这个不一定能打得过呀，可挺肉啊。哎，他这前排怎么感觉都比我前排还肉呢？我没给腰带吗？我给腰带了呀。哦，他二星蛤蟆，得。又没有日炎了，那没办法了，那不要了吧，那这么地儿吧，先整女神之泪，这个姐舒服了，这哪舒服了，哪里舒服了，你的弓腰带，你的弓速就上不去。咦，这首月神烈可以啊，让我看看啊，来一把吧。这咋三个斗士了呢？啥天的事儿啊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我靠！这波啊，这波升不升的？这波升给大家来一把月神烈，好吧？哎，有个复活甲在玩越难吧，我一共就三件装备，你想让我有几件？你还想让我有点啥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你还想让我拿点啥？你说我看看。多抱几个腰带，我不要腰带，别给我腰带了，我不要那玩意儿了。哎呀，我操了！哎呀！没把呀，都给这么多腰带，我不知道要这腰带干什么。我下回绝对不拿腰带了，前期一定不选腰带，我肯定不选了这玩意儿了。实在没招了，给你来个狂徒，尽力了兄弟，尽力而为呀。
蛇女不要了，我这把就坚持着月神帝。虽然我的装备不算太好，但是我蓝 buff 可以用啊。对不对？咱虽然没有这妖，没有这厄斐琉斯装备，但是我蓝 buff 可以用啊。羊刀一会儿整吧，没事，先等着吧，先拿个攻速一会儿。其实厄斐琉斯升级不如塞拉斯升，不太厉害的，他连杰单挑都打不过，看着没？哎呦我操！真来呀，真来呀，这是，这是真来呀！借个狂徒给谁呢？给狼人吧。不得，先给塔姆玩一玩。死了这波也能打过吧？不，这狼人这么猛，狼人这个猎人好像没啥用，我看他不会远程攻击，他只有一个，就是这我不知道因为啥他们把这狼人整成猎人了。我觉得应该换个猎人的，我需要攻速大剑全套，我不要大腰带了，别给我大腰带了，我不要。我赶紧来个攻速，我受不了了。全胜大腰带呀，我们要第一名、第二名就完了，又剩大腰带了。还好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啊！三个腰带，我操了，三个腰带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吴亦凡带个小攻速，来来来，蓝 buff 是为了给千珏的。对呀，蓝 buff 给千珏的呀，下回选秀血淋淋的教训，兄弟们千万别拿大腰带啊，下回千万别拿大腰带，拿啥也别拿大腰带。完了，这三星吴亦凡一秒没，没事，他的三星塞拉斯也没了。狼人咋不动了呢？刚才狼人给我挠，死了。我换个位置吧，这不行，太容易死了。这我换到左边吧，别扯淡了。
这不地地啥呀地地地地给个大棒子大剑啥的吴亦凡就能用了，现在这吴亦凡没有人切基本上也是无敌了。哎呦我操，我白嫖狼人到二，确实这把应该月神烈啊，确实有一说一，确实攻速太慢了，你着什么急呢？你着什么急？你有什么好着急的？别急，这狼哥这不来了吗？这狼哥还不给我个攻速大剑啥的？别给女神泪了，别给大腰带了，大剑攻速飘呢。哎呦我操，神装了。简简单单递一下兄弟们，不是没递啊，没递，简简单单打一波装备，简简单单。这怎么有点卡呢？感觉右上角跳频了。下波拿攻速或者拿魔抗的给狼人，我觉得这把来魔抗吧，给狼人先给狼人上个龙爪，狂徒龙爪的狼人水银，水银狼人也行哈，也行。现在我们找个千珏，找个猫。没有啊，找个千珏，找个猫，找个妖的，找个寒冰。我们的质量已经相当的好了，狐狸就不拿了，狐狸如果不是特定阵容的话，狐狸我跟你说就相当于是个没有技能的塔姆，那个英雄没有蓝条放不出来技能，哎呦我好卡呀，千珏来个蓝 buff， 第一小下玩明咒吴亦凡呢，这都被你发现了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不敢单呢，给我打劫呀，为啥不打劫呢，这劫打这么长时间不打劫，打劫呀，打劫，靠，这都能让我输一波，看看吧，水银不一定能有，这全套
有的是人要呢，这拳头。我们拳套攻速，拳套攻速，小猫也行，大剑也行，拳套没有，拿攻速吧。可不要大腰带呀，可千万别要大腰带呀，大腰带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，大腰带呀。哇哦，禁夫！哎呀，这咋都是劫呢？能打过他不？你俩，进夫起飞，750，可以。完了，摁错了，哎呀！怎么升了呢？升个屁呀、啊！这是，这有什么好升的？这不升啊！现在，你说去哪儿？叮叮。黄土狼也，吃完了，他咋那么狠呢？牛逼，犯病了？没犯病啊，这有什么犯病呢？这阵容不要那个，不要禁夫，这阵容禁夫没有用，一会儿你就知道这禁夫没有用了。来，鸡哥给点装备。我们现在差个腰子。这波最好能给个拳套，哎，可以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腰着有没有？我再递个10块钱的吧。目前来讲，我们需要一首4星吴亦凡了，得赶紧把它递出来了。哦，可以啊。
可能得梭哈一波，下边输了梭哈。哎呀，我卡了一下。有四星，这波就赢了，梭哈一波，兄弟们。整点三星，要不然这实在是不太厉害的阵容，你知道吧？梭了他一波。一样差一个啊，这质量还可以。吴亦凡有个春哥就行了，再来个水银伤害不够了。这一手水银狼人可以，或者给刀锋上点装备，上鬼叔啥的，蓝 buff。上鬼叔吧。那明咒我也不要，我要它也没用啊，不是明咒啊，夜幽啊，夜幽，夜幽我要它也没用，下边递出来俩，我们直接起飞。死！嗨西吧！哎，我拿的不是鬼书吗？我鬼书呢？哎呀，我操！我刚才拿鬼书咋没了呢？怎么变成电刀了呢？不敢担呐，这的确不敢担呐啊！我需要快点来两个三星，吴亦凡就四星了，被人抢了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啊，全是这劫，我一整我就碰上劫，一把一个劫，一把一人一个劫。好，再来个塞拉斯 nice， 再给个小猫，腰子可以要，直接上营口。噔噔噔噔了噔，啊，还没有，啊，虚区太高了，他根本他就扛不住我这虚区。大家左下角有个二维码啊，你们可以扫描一下，今天我们有个阿卡丽的手办会送出，扫描完这个二维码以后呢，
这个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我能扫吗？我咋扫不出来呢？好，扫出来了。然后会有一个立即分享抽奖券加一，就是分享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。直播间有个小图标，你可以点一下。狼人反甲，一共会开两次奖，一个是6点的，一个是11:50的。中奖码会在那个挂件的活动页里边公布。你们说怎么防一下刺客呢？塞拉斯放后边吗？塞拉斯放后边，狼人自己又感觉有点扛不住，怎么办呢？手办逼真吗？逼真啊！英雄联盟阿卡丽手办，怎么不逼真呢？逼真！哎呦！我突突。拜拜。我感觉我要吃鸡儿了，这把全是狐狸。不行，我们吴亦凡放前面点，省着那老友杰。让他慢点死，多放点炮台，他就打不过我。机智不？机智如我，拜拜，前四。连我镜像你都打不过。来个小猫，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不知道会遇谁呀、啊？这把完了，吴亦凡让姐给切了。哎，姐死了，拿下！姐死了，那就拿下。能不能双杀一波？你俩打，你俩打，肯定死一个，肯定死一个，必死一人，死！哎呀，三滴一滴，我有可能会双杀，兄弟们。我根本不知道给什么。我拿个日炎吧，这两家就不怕了，把吴亦凡放后边点儿。
别让他瞪就行了。找个腰的，找个猫。这个这给你吧，寒冰站后边，腰着往前靠。千珏站左边，吴亦凡站中间。这样行，就这么地儿。那狐狸还一星呢，哎，这也能瞪过来呀，我操。这为啥能瞪过来呀，双杀了兄弟们。狼人我打过他，但猎人这反甲呢，吸血呀，真垃圾，这都没打过。有没有腰子？这斗地没得了。蛇女儿，剑魔好拽呀，我操，一下把我吴亦凡拽到旁边没定住。这剑魔是好人呢，自己人呢，这就是剑魔不跟老母驹站一块儿，精神病，那两个玩的不站一起干什么玩了呢。剑魔是真会拽呀，给我一个拽左边去了。哎呀，随随便便吃把鸡儿，给大家来个小抽奖啊，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，一个小厨娘就。